两人交往了一阵子，洪文栋有了想结婚的念头，但是杨丽花却觉得时机尚未成熟。老大，我知道你要来讲啥啦，我即马都还无想要嫁呀。阿乐啊，你唔过去红衣叔哦，大家咧甲你低调调，安尼是要哪才好？哎哎哎，拢伫咧哦，安尼就好啦。哎，阿乐啊。啊，刚才跟你讲这个婚书的代志，唔知你考虑安怎哈？啊，我是讲这个，你已经爱答应啊，才对啊，我是已经等袂起啊哈。来啦，好啦，咱就安尼吼，先结结咧再讲啦哈。文姐，我都在考虑啦，拜托你先等，我即马都在咧跟老大参详。卖个考虑，你要考虑这么久的对吗？哦，你嘛较水啦咧。老大，你甲看，伊一工工来高高低，来。高高低，我是来参老大讲，老大，啊这阿乐哦，上听你话，你嘛甲苦劝一下吼，啊，就莫搁考虑啊啦，较紧计划。阿乐啊，好啦，你出去一点，别再装啦，好啦，你就莫考虑，就计划好啊，莫啦，莫啦。你先回去啦，我这个卡在哪里啊？哦，哎，阿乐。你若是唔答应，我就唔爱离开恁家，我要直直只住落去。我袂去答应。我拜托计划啦，好无啦，阿女啊。我阁袂去答应。唔系啦，唔系啦。我阁袂去答应。计划啦。我这个弟弟，我要直直弟弟，弟弟甲天涯海角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叫伊计划，你叫伊计划。我实在太爱伊咧吼，阿女啊，卖安尼，吼，我离不开你，你是我一生的小孩，阿女。有生意对无？是啊。好，虽然歌戏唱了无好听，但嘛足认真咧唱，答应伊啦。好啦。啊，虽然外口吼，你风声讲吼，伊是一个花花公主，安尼嘛袂歹。以后万一若出代志的时阵吼，人会怪伊，也袂怪你啊。就是啊，也袂怪着你。你讲咩啊？天妈的，因为我是唔着唱唔着去。我想爱的是油的花，安尼有生意无？对无？杨丽花就在朋友以及大姐的劝说之下，嫁给了洪文栋。后来事实证明，在他们婚后的每一个日子里，都充满了快乐和幸福。你惨啊！你乌白，哎，你生啊色较大诶！阮一定袂，阮阿姨袂遐尼歹啦。你家己练甲雄，要创啊？色歹家己接就好啊，反正可以嘛，对无？你变诶，真够变诶！阿姨做好演的吼，谢谢谢谢。你不要演寡姨吧？因为希望阿姨今天来能够开心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刚才我们看完这片《求婚记》，是不是真的这样求到你的？不可能嘛！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演到的？还有摔的，伊哪有可能都要给你摔？哦哦，但是阿姨讲计看嘛，人十八年来以来嘛是拢婚姻好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袂歹。当初结婚呢，那时候真的是很大，非常轰动。政坛跟这个演艺圈两大的这个巨星啊，结婚呢，传为一段佳话，美谈。那个时候震惊中外哦。当天呢，这个结婚的时候的确是一大盛事哈。对对对。哦，那个时候呢，非常可惜，就是说你们并没有把那个结婚的录影带留下来，对不对？很可惜。可是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有台视嘛是有派摄影师，还是有资料？因为两台摄影机哦，已经去哦弄一个安尼摄影机弄摔落来，我躲躺去。啊呢。哈。哦，你看看人呢有多少？
多到把这个摄影师机器全部都弄倒，你看看，全部人都要来看。那时候杨阿姨多红啊！哎，我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办法拿到影片，但是我们有拿到几张照片，来来看麦嘞。哦，照片有吗？哦、有照片哈、哦，来来看麦，这个当时18年前结婚时候的哦，你看看，哎呦，这个是我们的洪医生啊、哦，还有我们的杨阿姨，哎，旁边是谢波波。啊，这样子前是前总统嘛，李总统，总统，对，他那时候是当省主席嘛，那个时候他好像当副总统吧，副总统，副总统，嗯，哇，你看刚好有几张那个沙龙照，哇，好美啊。我以前很苗条、哦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也不会啊，而且我觉得杨阿姨的给我感觉她的皮肤非常好。哦，还秋春水，还皮肤迷一迷哦。嗯，白皙动人这样子啊。但是我们把这个洪先生还有我们这个杨阿姨的夫妻相处之道，也有把它拍了一段 VCR 啊。啊，你能够拍？对，怎么样维系这18年来的幸福快乐的泉源？它的真正动力在什么地方？嗯，原因在哪里？我们看了就知道。好，好吧，我来看。啊，那如果还补充，你去跟邓海家讲讲啊。好，来请看。杨丽花夫妇相处之道始终令众人羡慕，这相处之道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马上来看看。等，我听一下电话哈。喂，哎，文江哦，嘿，阿罗啊，哎，阿你伫倒？啊，我伫个台南归位啊。哦，你伫人个厝诶啊？无啦，啊，就传来一挂工作人员拢来伫个厝诶咧啉烧酒咧。啊，你哦？嘿呀。哦，你阁真好命哦，阁通食饭啊，阁通啉烧酒呢哈。哎呀。啊，拢一挂工作人员咯。嘿呀。你哦。啊哪？阿爸你啊？嘿。我转来，我转来陪伊。啊，你毋是咧应酬要哪转来？不。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了哈，啊，你对工作人员上好啊，哦，我等下接，我等下接哈。哎呦，真的哦，好啦，安尼我等你哈。你等我。好。哎，阮翁讲要转来啦。对，我转来了。好。哎呦，那也袂晓啉啦。哎，文强，我跟你讲吼，迄吼，顶工吼，迄个，大家拢酒醉啊，剩我袂醉啊。你也袂醉啊？啊，袂咩？哎呀，杨小姐，啊，看你也袂醉的时阵哦，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，好不？我阿公婆呀。嘿。你等下哈。哎，文强。嗯。咱们讲什么阿公婆相处之道啦？耶，干嘛你嘛？干嘛你嘛？相处之道。哦，来相处，来，哎，用手哎，不在心我尽责命，擦来擦去也无了事，主要是两人卖相片。Oh, my God.
在哪里？我来接搞你。我这段是要主要是要表示讲，你的工作人员啊，你的朋友啊，就敢那伊拢改动作是家己的朋友同款，比如对吧？您跟这个洪大哥的酒量是不是真的都很好？都不错啦。啊，但是讲恁早上较好啉嘛，啉袂过十步的。啊，干嘛呢？伊用个套酒套几啊种，我袂当套几啊种。啊，但是陈亚兰讲啊，大概一张都买了，套了挂的套卡一个高了，先高的拢一样。伊拢讲先点下酒啊。哦。啊，但是伊两个吼，一个若酒醉，一个都一定绝对无醉的。对了，会这样子哈，会这样，保持一个清醒这样子。我要照顾他，假如我上先啉先醉，对吧？先啉先摇，上想要生奶的先喝酒醉的对吧啦？啊对，这个我没有经验呐。我说我们有去过这个杨阿姨家里面，杨阿姨他们家真的很好客啊，也很尤其是对工作人员特别的好，经常就是视如己出这样子。因为杨阿姨哦，唔干他对阮好，比如徐秀年的昂塞。或者是季丽如的老公是那弟弟，当然了，叶丽娜的老公，他都把他们当成一家人掌管。所以杨阿姨一声令下呢，我们全部人都会集合，都会听阿姨的，对吧？比如讲，今天阿姨来上这部，咱都有一个神秘嘉宾。我们欢迎。哦，来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哎呦，哎，杨团长都不知道呢，一共真的我不知道他来。